士升格抢资源，台南喊出打造台湾京都的城市愿景。走到台南的小街小巷，美食、古迹、人文，如何走进旧日的时光，体现台湾文化的精髓，也创造出慢活城市的改变。周日晚间7点，有话好说南部开讲。活在台南，玩在台南，吃在台南，品味时间流过的美好，发现台湾幸福的古早味。